喜欢搞啊。爆发高来个绿弹嘛！我现在感觉三级先抓一波就不会断节奏比较好。每次速四的话，你不好抓一波，你就要换机。先三级抓一波，再去刷野，抓完一波刷完野，然后第二轮的野又接着刷了，就没有空闲时间这样，对吧？由这个阿鱼与你拼了火箭点播冠名赞助啊！由这个鱼老板火箭点播。第二个 Q 好，下路就可以走。感觉还是刷E快一点，学E快一点，就是掉点血而已。你半天有什么用呢？我原本要摸眼的，看他往回走就没必要摸这个眼，留一下 W。刚才男枪了，直接吃下河蟹，再抓不下了。想啥呢？真不是，抓下了。我不行，我得把这个锁剑给他改了，不然玩瞎子老是会摸不了眼。这个锁剑玩瞎子千万不能用。打一只就好了，抓上赶紧，不然他要跑了。这人开技能挺快的，我刚才打到 A 感觉他死了，这不有点小送了一下，他应该是知道我来了，因为这个盲僧的话 Q 低血量伤害高的加致命击，跟他那一拳只要打到他就可以了，让他稳一点应该打断一下他，然后等着凯南过来越一下塔。这个山的路暂时产生一些误会啊，他打超虫去了。神龙翱翔的怒火，坏了，这不摸个烟走，给踹了两个，把焚天买下来，下一件可以来个青龙刀，给他踹了两个，有机会可以双杀的，最起码可以走。我还没到呢。上的有点早，
一年就这一把。真的他在偷，来包一下。他扭往下的就 Q 不要乱给，就给他扭，扭就等于在原地罚站这样。贾克斯过来，先把他一牙骗出来。等一下队友先别急，等他 A 跳荡先不急，他 Q 攻跟过去就一脚踹死。玩瞎子技能一定要捏得稳，捏得稳不是说你不给，是在一个恰到的时候给，知道吧，捏得一定要中，不是要瞎给，要捏得恰到好处、啊、打完这波应该上路误会解除了，他下波会支援了。下路不过来，我们包中了，正在他开先锋了。我眼距离不够，他自己会绕一下，他会往回走一段。武器过来了，没能量了，先退一下。我怎么不敢操作我这卢仙？追一下，我这么值钱。我这1000块他不跟我换一下，主要我买的还是水银鞋，他比较好杀一点。终于空了一个 Q 了，证明一下，免得弹幕说我开脚本了。都这么凶吗？小伦要刷了，等一下，这边没眼可以蹲一个。这个 Q 必须得踹了，时间要到了。其实你这二王不能太急着踹，就不然就会像现在这样子，就会你人过不了墙。当你二段 Q 冷却要到了，你就得先踹了。出个复活甲，现在复活甲也是这个盒的。其实这个装备有点亏魔的，所以下版本加强了。但是你攻是卡的，没办法，你只能买这个点要那点攻击力没什么用。打谢了，可以来开一下。
还没踹过。里面 AD 呢 ？AD 不出来了。我知道你有技能，我不踢你。还可以吧，一年就玩这一把。从这一把啊，也可以看出主播以前的熟练度了，是老瞎子了。对吧，阿宇点评一下，满分100分 你给多少分，欢迎老板下次光临。